后一分钱都是因为去年去年很白的，很白的。讲人家的条件，咱看咱昨天迄个财经里吼，看视讯啦吼，讲周杰伦啦，罗志祥啊，萧敬腾，萧敬腾咱大家捌无？伊是粤语障碍啊吼，啊本来上爷生是应该合作啦，我应该合作哦，上爷生是该同齐啦，后面我来服务要合作，但是啊萧敬腾。细汉的时，都带妈妈一出来，那个做情感，啊，做情感就有
咱的歌星吼，名分原来真好，但是他的钱拢去，你买厝啦，买厝，迄个买厝，买厝，买厝，为着迄个财产，人一些保证，真正名分会偷偷改变，偷偷改变，所以伫非常困境的环境中间，哪会当搁较保险？哦，迄讲就是非常的歌，咱伫非常困境。非常的舒适，那个风景非常的舒适，只要咱有库存。
大厝两个夫妇归空了后，爱伫台北人吼，爱就去甲伊化验，去点兵去甲伊化验。啊，迄个谈住个囝本来无好，啊，结果就当伊妈妈面临在空，就去报喜，讲伊要点兵。啊，迄报喜点兵就是算一个免费钱啦吼，讲摕到几啊千来啦，大千个毋是细千个啦，一个报喜出来哦。迄个人本来吼看死命个咧，淋巴癌，第二摆要去化疗的时阵，无癌细胞，啊，说迄个医生甲伊讲，癌细胞拢已经无啊，伊嘛毋知影啥物原因的啦吼，啊，伊毋相信，然后即个大厝的第二代毋相信，伊就讲去检查，坐飞机去美国检查，同款无癌细胞，蛮好个。所以这当然这是有迄个价值啦吼，是讲摕遐钱报喜的，伫外口嘛无一定诶，无四千，留四千亿诶企业家，迄要开偌侪钱嘛有啊，但是都无即个概念啦。啊，咱有做诶价值伫云端，有老母伫云端，有祖师吼，先去咧吼吼，销量上盖起，啊，搁一个就是。你嘛摊主，摊主的囝，啊，因家福过外大个呢，民国四十五年，因就开会了。那伊阿公伫中华北瓜山的边啊，伊一个庙去做事。啊，这个囡仔细汉甲妈妈一起出去搞，伊出去甲妈妈食菜，出去外口甲同事食饭，因为同事会当笑，啊，伊就讲啊，咱同事会当食，我嘛会当食，伊就甲同事食饭。结果食饭食到有一工，食起来拢无人知啊，拢无人知影，知影讲伊伫外口食偷食饭，伊出去食菜，外口偷食饭。即摆做兵倒转来时，迄是高中甲高中中的时阵，啊了后去做兵，有一工做兵放假倒来，训练伊啊去龙龙软训练迄个放伊下下底涂骹遐，互伊妈妈看者，迄个心情大家拢知影。伊甲送去病院去，但是伊个病院去一直拢救袂起来，拢在昏迷，不过袂反悔，救袂起来。啊，佫甲送去军中，军中唔收，因为军中讲因无人通甲照顾，下手无够，要佫送海病了后，送去军的病院。送去军的病院，经过一个月，护士甲这个妈妈讲，讲真正吼，伊的病是真正。因迄个病床吼，四角拢倒尖失去迄个监视，伊一个月拢无爬起来啉茶嘞，也无爬起来走便所嘞。伊的病是真嘞，但是啥物病吼，我了不哩研究，伊毋知影啥物病，啊，我了不哩研究完嘞。啊，所以这个见识吼，伊的肉体倒入病床，伊的灵魂走去地府去，去到地府。地藏公会讲伊食饱，食鸡肉，无啊，我无食嘞，我无食嘞，安尼啦。伊个囝代志讲无好啦，结果伊囝来招嘞，哦，足济鸡哦。伊食我的金面，伊食我的手，伊食我的脚，安尼足济鸡拢安尼讲，但讲伊食我的脚啦，伊食我的手啦，食我的鸡翅啦，伊食我金面肉安尼嘞。迄个时阵伊就跪落啊，真正伊囝代志是无好啦。个囝来迄类吼，含咱心的起心动念不知哦。结果转出来去二十八地，甲去看十八地了。十八地甲毋是安尼一层一层安尼十八个，伊迄十八地甲拢连做伙。啊，迄叫做牡丹地，甲就是一个研发了，一个研发了，搁一个安尼研发，安尼不断一直循环研发安尼。所以你看咱地府地下里之外。要会当来得到人生过来修行，安尼毋知要搁待偌久呢？哇！咱现主持才是咱缘分，得到这个心法，拄到三世佛陀，拄到地藏经文，搁会当予咱一世修一世修，咱这个人是非常的殊胜哦。过来要写伊啥物？外口写有形的财富，内底写伫咱心中。即个脾气毛病，即个贪嗔痴，咱内心的贪嗔痴、嗔恨、痴嗔，
真正有功德，但是咱若歹去甲伊执着吼，咱的心会更加自在。啊，看到物件看到吼，迄、那个遐起心动念嘛，免做哩咱济。脾气无变化起来时，讲不有法度甲伊安静倒来，因为咱学道听道理，就是有这个智慧，会当识透这个因缘。袂发这代志，安尼甲咱冤家吼，真正白干。你知影要安怎去做呢？他白说的人就爱家己烫呢，迄、那个才是咱家己发的，咱爱家己烫呢。凡事拢会因缘呢，啊，艰苦的代志总是会过，但是无遐简单。因为咱不是你发生的人的处境，咱讲作简单，其实家己遇到了后，所以咱学到就是代志还未发生的时阵，咱就爱来习惯的，才有法度突破头前这个困境，话呢，才有法度突破，才有智慧识透，还要行过这个环沟，咱这个环沟都行未过，要安怎跨过这个生死的大海？所以才会。无念无心，咱有法度来去天公地地会个，咱的地位是显露，哦，识透这物件。有见业见来的时阵，咱才有法度安然自在的。啊，无真正真困难，因为咱拢要适应环境，安尼把咱作左右。修依性修完的，不是清净的。众生是混乱的，佛祖看啥物物件拢是好的，众生看啥物物件拢是无好的，迄就是一个念头，是咱的念头。吼、哦，我众生就是十念众生，十念非常的混杂。啊，咱看到物件好，咱侪也歹的，正向的较侪，咱即摆来听到你，就要转换。就有迄个地位通啊转啊，转法轮，转法轮，甲歹的转做好个，甲负面的转做正向，安尼咧，咱心才袂遐艰苦呢。因为咱过去面对的代志是非常的侪啦，吼、哦，个众生是混乱的，佛祖是清净的，佛祖是慈悲的，是救苦救难的，是无为的。佛祖是看到咱众生遐尼奇怪，流落伫即个六道内底，伫贪嗔痴爱伫即个环境内底，一只一直咧追求这物件，无了事。所以慈悲的心咧引导咱，毋是求利欲欲贪互咱败。佛祖就是伊发慈悲无为的心。众生混乱偏道，就是妖魔心。这道就是欲望的心，咱的欲望心有大无？人的贪求是有强的呢，有一辈爱两，有两辈爱三呢，啊，搁会比较，啊，比较搁会生出真多复杂的心出来，要安怎让咱的心会当安然自在？这就是一种的功夫啊！哦，阿修罗信念心，在佛经的记载。阿修罗遐个人个，会做作歹个，啊，愈袂生就作死个。啊，遐迄个所在正在咧发动战争吼。但阿修罗就是有天个福，无天个业性；有天福，无天德。亲像咱有修道，有修道嘛爱有天道啦。吼，爱啊修道嘛爱有烦恼啦。吼，啊，干那烦恼修，讲起就无道咧。伊有真恐怖吼，啊有第六道万分心，啊有第六道无尽的心，啊有第几道贪求不完全的心，啊遮尔啊济个心，拢是咱真心去显现去变化，啊在过去，释迦牟尼地主阿兰，无见的，迄个天眼通的啦。天眼通伊看到天使啦，看到鬼魂啦，看到第三空间的人。有一天伊伫关河迄个所在，伫个参禅当中，啊一个河鬼道，一个鬼吼伫遐拢受孽，我来做痛苦。伊就问无缘尊者讲，伊毋知过去是做啥物款的恶报，即世才有受即个业报。因为伊伫迄个所环游迄个所在，伊个肉拢肉感啊，伊伫食了了哦，客甲剩骨头呢。啊，即款一阵风吹啦，
断安尼想这个业关呢，忽然之间看到伊过去世，原来伊就是用杀生啊，杀生来拜天地鬼神。啊，相信咱大家拢已经上口啊，嘛袂认为上口啊吼，啊唔敢惊孙啊，无惊去杀呢。吼，迄较早咱先人拢一直咧甲咱交代，讲咱今仔日上口啊，唔通安尼听听逆孙吼，啊去杀哦，惊孙啊吃咧，安尼啊。啊嘛，当然嘛是无，结果伊用杀生的物件来拜天地鬼神，咱人就是袂歹，咱的老祖先甲咱传。海鲜，咱的身体内底有三项物件吼，大家人个人拢知影，因为咱人较早前口的关系都唔捌用这块，就安尼较济个人知影。海鲜一块鱼肉，软鲜一只鸡，湿鲜一只，安尼来用这三项三鲜安尼来拜，来拜天地鬼神。啊，人咧关心菩萨，食素食的有个人讲。化生袂食的啦，化生嘛是人阮提来当，因为众生都袂歹啊，吼、哦，所以这就是咱人真心的显现，吼、哦，而且用道内底真心的显现，享受温的心，温暖真心的显现，来圆满的性的心情，一心圆满戒分净，心念初动殊胜大。背后练就无有求，咱的德行当达到圆满，吼、哦，伊佛祖行因的，啊众生行果的，佛祖知影一件代志，因为佛祖有智慧啊，啊佛祖知影一件代志，做落去到底吼，袂收煞，袂烦袂了，但是众生吼，为果，无无法做，你话做唔得话做，伊要贪求。做来了这个恶果，啊，得到这个恶果才骂你怨地，啥物人害咱呢？真正呢，咱当会怨叹，啥物人害我？我今日才会安尼哦。这个心，万物的心，气的个心无起，这拢是轮回精髓呢。这也无办法调，拢是轮回精髓，无啥物人害咱。这就是咱过去世带来的一。诶，迄个剧本啦，啊，咱若无跳过行善布德，解袂过啦，伊解无啊，无啊难解。所以，只分行因，相信行果，心念初动，殊胜道。迄、那个念头生出来，人间回佫会晓讲不离过咧。人回伊个不离过，就是伊个念头歹，念头生出来。人伊虽无着来行好过来，伊袂行动袂去做啦，安尼叫做不离过。咱念头生出来，佫无着来行好过来，了，迄是一种境界呢，叫做是心不离分离。咱个心不初动出来的时阵，咱有法着来压制落来，这是一种个功夫呢。咱无心察着，到咱个心安尼。随着咱的烦恼妄想，安尼把咱牵咧四界拢拢说咧，我都甲牵破过，是心不离分的。迄个心不生出来了后，甲压制落，迄现前的功夫无简单。咱若我都安尼生产咱家己，哦，这个功夫。所以你看，迄个孔夫子非常的赞叹，赞叹颜回不离过，伊就是无迄个动物表面无做出来啦，哦。迄个境界是嘛无单单啦，袂去做，因为去做了也无话，买完买了，加了恶果，做比咱济哦，吼，好，过后练就无求行，咱这个老师讲多厉害，咱生出思想，生出真济无必要的心来伤害咱家己，因为咱受着想要得到这项个物件，你袂得的时阵，就是求不得的痛苦啊。啊，所以讲，咱时常生出真多无必要的心态伤害咱家己，啊，无予咱家己好的养分，把咱内心无必要的低见剔除，予咱一个清净，还予咱一个清净。啊，迄个时阵就是心非常的自在啊。过后有法度，过后有
谢小师姊妹请到东坤老公，再次感谢。哦，谢谢谢谢。嗯。